第十七题，乘十六题，哪一个人所做的功为最多？我们晓得做功的结果就是能量的改变，而这一题把沿斜面把东西抬升，增加它的位能。位能的计算公式叫做 U 等于 MGH。我们的大家的质量，同一个物体质量是一样的，大家的基质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看上升高度。那我们发现它上升的高度都一样，都是40公分，所以表示它们所增加的位能是一样，也就是它们所做的功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哪一个人所做功最多？我们答案要选猪，一样大。这三个人把东西用抬，像抬到相同的高度，他们所做的功是一样大的。第十七题，我们答案选猪。